到了这里。今天在来见到蓝师傅的时候非常的开心。在六年前的时候，我的师傅他并不知道我是谁，然后他就教会了我这一门的手艺。所以说对于师傅我是非常的感恩。北京青少年还有全国百校行，他都跟我自己想要做的就是青少年的引导教育相关，所以再加上他是我师傅，所以我必须来。那么我也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木格子文化研究院就是越办越好，然后祝福师傅一切的顺利，越来越好。子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努力做事的话非常认真，所以他是很勤奋的，每天早起晚上都是练到9点10点还在那刻苦的练习。